Michael，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？出去玩。呵呵，露西，今天要出去玩咯。这样子移到前面来了，他就是不喜欢，所以看得到你，就是不要跟你在一起。半中午10:30，可是我们早上起床以后就直接出门，也没有吃东西，所以现在超饿，我们决定。先来买麦当劳。耶，终于轮到我们了。Hello? Good afternoon. May I take your order? Thank you for waiting. No problem. Can I get an ultimate chicken sandwich? Please. Thank you. Thank you.Hi. Thank you. Thank you.超多雪的，好冷哦！哎，布吉！布吉！有人在偷睡觉。我家的小宝宝好累哦。我们现在要去帮狗洗澡，因为这边真的实在太冷了，而且我和 Michael 就已经都湿了。整只脚都湿了，然后鞋子也湿了，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要滑雪。耶，我们到了，走吧，下车洗澡。回到家，终于洗好了，因为电池没有电，而且我们刚刚也真的是超狼狈，刚刚都没有跟你们介绍到那一间，就是宠物沙龙店，所以那一间的话就是主打自助式，不限小时，收费方式的话就是照你的狗的体型大小，像我们的话就是22块，然后他那边什么都有，若有。人住在西雅图，然后不知道要去哪里洗狗的话，我等一下会把、他们的资讯都会放在资讯栏里，那你们可以等一下去看看。那我们要把它关在家里，我们要出去约会了。终于有两个人的时光来逛街，我们来吃美国的美式中国菜。我买到了牛仔裤，我一直在美国都找不太到那适合我的牛仔裤，不是腰太宽啊，不然就是
腿太紧。很开心，我要继续去逛街了。耶、我现在来开箱。刚刚去Best Buy 买的东西。Best Buy 好像就是有点像台湾的灿坤。这有一 TB， 然后它听说超小的，真的很小耶，给你们看的。你看，超可爱的。你看，给你们看，就是就我一个手掌大而已，超小的，好喜欢哦。不仅妈妈在录影，给你们看，她在玩玩具，就这样跑掉了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拜拜。